什么是输，什么是赢，袂沾拼一定输定。什么是有，什么是命，打拼草头啊也会出名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现在输赢，金色的爱情也会让人听。啊，免悲伤，啊，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什么是输，什么是赢，要沾拼一定输定。什么是有，什么是命，打拼草头啊也会出名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现在输赢，金色的爱情也会孤人行。啊，免悲伤，啊，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现在输赢，金色的爱情也会孤人行。啊，免悲伤，啊，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的阿宏，无所不谈，阿连这网友观众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如果刚刚咱这个阿宏无所不谈这个节目，咱这节目是每礼拜一、拜三、拜五下晡时两点开始。有缘有小弟阿宏，阿个咱网友观众做伙来关心国家事、社会事、家庭事、教育事等哈。来，咱来看社会新闻啊。那么，进前东港吼绑票的这个案件，警方怀疑讲另外有人这个庄敬林有这个庄敬林，来，这个中国时报屏东报道，东港一间。五个人遭受到绑架，来勒索案，勒索案，勒网的这个主嫌姓甘，甘进雄，长在讲，无意的中间去听讲陈姓的乡邻，发了一笔的这个还债啦，这个计划绑票，来勒索5000万块，甲陈并无熟识啦，但是私下又搁甲媒体来透露啦，讲
伊也无欠钱啊啦，犯下这个案，完全是冲着这个单而来啦，吼、哦！伊阿妈妈伫个讲背后有人，吼、哦，伫个搜索就对了啦，吼、哦！显然内幕无单纯啦。专案小组无排除专案另外有主谋啦。罗邦的这个主嫌毒品窃盗前科未少哦。十二日发生东港哦，伊的这个啊勒索案，两名绑匪啊来都走去啊。无到三天，专案小组为录影监视器掌握到可疑的这个嫌犯。被害人对下头一粒记，哦，指令就是这个勒索的这个歹徒了。清查发觉就是有毒品、窃盗等20多项的这个前科。伊这个外号啦。哦，叫做阿辉啊啦，哦啊，咱迄个较早迄个总统嘛是讲我做阿辉啊啦，但是伊也是加一个白字啦，吼、哦，我做阿辉啊白啊啦，吼、哦，啊那无伊嘛是叫做阿辉啊哩，吼、哦，是警察后边个加一个啊白哩，吼、哦，阿辉啊白，吼、哦，所以就无讲起啊，吼、哦，伊这个甘进雄，专案小组查出。甘振雄早期是一个展览的这个工人啊，后来因为涉嫌着买卖枪支，吼、哦，被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抓去四遍，最近拄啊好交保，你甲看，啊拢安尼，啊，啊袂迄落啊着交保，啊交保当然啦，伊着搁作案啊。所以感觉这种的法律吼，这呀，啊恁这立法主公啊，啊你一工到暗拢定咧吵架拉架，对，像这种的法律，讲要安怎来定较完整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足多的时阵咧犯罪，搁会当交保，啊你家想，啊交保出来就同款搁犯罪啦，像迄强奸的啦、杀人的啦，这种拢会当交保哩，啊。啊！你家看，这个枪击的这嘛当交保哩，吼、哦，参像这种的，哎，赶紧的，恁这主公啊，恁这主公，立法主公啊，嘛赶紧的，像这种事件，恁来赶紧啊！啊，拢的时阵，那尔庄亲神拢福去阿扁阿遐去啦，啊，无就吓死的啦，啊！啊，你家想，像这种的。会危害社会，啊！唔赶紧来安怎创，对不对？才有法度让社会才有得谈好的时阵安尼安全啊，对不对？最近拄啊好交保，想袂到又搁犯下即起的这个吼，这勒索案呢，吼。听讲肉票发财，计划吼，安尼大肉一票啊，就对了，啊。啊，这个罗素案的时阵呢，案发了后，哦，甘振雄逃亡，啊去藏啊，藏在倒，藏在宜兰所有，警方调阅这个。通联记录，啊来追踪到伊记得曾经是中共同事，伊的这个苦姓、苏姓，的这个朋友暗中伫个接应，哦，那么伫个前暗，啊个特别为高雄，哦，送迄个洗面汤啊，
这个洗衫裤，哦，啊，到这个宜兰河伊了，哦，啊，你甲想，一路伫个军中也埋伏，哦，大部干苦，所以三个人，警方从透早前往高雄市武庆路菜馆巷的，去夜枪呢，那么搜出一支制式的这个乌珠呢，乌珠冲锋枪呢，伊叫做29发的这个枪支啊，将在深扎这个裤的所有涉嫌的这个程度呢。至于为什么要对单身商人、房价、家属？吼、哦，啊来勒索、勒赎啦，吼、哦。那么干呢？伊伫咧讲呢，一个月月前，伫咧盐埔渔港钓鱼的时阵，听钓客讲，单身的这个商人呐、啊，发了一笔的这个发财啦，吼、哦，伊是计划房价单的这个厝内的人呢，认为讲单那是知影，吼、哦，应该。会马上，啊来筹备着钱，吼、哦！专案小组表示，干的这个犯案一个月前，吼、哦、就租出陈家伊的这个副官，每天拢去观察陈家伊的这个生活起居，为制造无在场的这个证明。啊，佫故意将着手机啊，吼、哦，啊来遗留伫个屏东市个啦，吼、哦，安尼就对啊，意思啊，伊就机啊伫屏东啊，啊伊人就伫屏东就对啊，吼、哦，用即种个啊，高雄市啊去提请，吼、哦，对在逃单身个即个嫌犯，警方。并无全面采信干净容易的这个供述啦，哦，依然全力来缉捕另外一名在逃单身嫌犯到案。根据透露，专案怀疑因为诈骗集团的这个纠葛干。但两名绑匪是受人所托，向陈讨公道，吼、哦，啊拄啊好，啊甲干的透露伊的这个心声，拄啊好有符合，无排除背后有人伫个唆使啦，庄稼人啦，哦，这是案情的时阵安尼啊。拢一再伫个扩大侦办中呢。这个东港房价案的这个主嫌，听讲哦，伊要房价因。厝内人对唔对？哦，也伊伫个钓鱼啊，啊都啊，所以嘛使讲吼，有当时啊吼，咱人讲的顺安尼啊，买门都爱看啦，讲话门都爱串啦，吼、哦，啊就是安尼讲啊，害人的顺安尼啊，吼、哦，人讲害人免夹刀哩，是不是安尼先？所以有当时啊吼，伫个开讲爱注意啦，卖讲的时阵尔，也无熟悉伫个边啊吼，啊着讲互听，有当时啊常有说哦，对唔对啦？嗯，啊，所以这个嫌犯，拄仔咱就讲啊吼，专工的你敢知？租一间厝，啊伫个观察的时阵尔，伊要搬家吼。
所以观察月外日啊，啊，你甲想，啊，这哦，这是哪呢？这个法院是毋是安尼？搁会交保，吼、哦，啊，交保盈盈，啊，出去咧钓鱼啊，你甲想看卖啊，吼、嗯。所以我感觉吼，咱这个政府啦，这个法令啦，这有需要爱大大诶，这个检讨啦，啊。啊，讲到到底吼、哦，要安怎来打击犯罪，对唔对？哈、啊，啊，结果咧，犯罪是愈来愈多，哈、啊，案件愈来愈多，啊，啊，才提提讲啊，都警力无够，什么嘿，安尼人员无够，教育歹啦，你若教育好，唔免遐侪警员啦。阿洪定定伫咧讲，较早细汉，当阮山林埔就敢若一间。三中派出所伫桥头遐，甲即马嘛是有，即马吼有小可起较悬啊啦，对毋对啦？较早日本时代，啊，打人诶时阵啊，阮听阮老爸啊，甲阮老母啊咧讲，人较早外好管理诶，啊人逐个拢足善良诶，啊，若警日本警察讲不要动，啊，安尼。啊、就不要动哩，啊！人也毋是咧举枪啊，对毋对？咱去拍一支啊，木棍安尼安尼啊，是毋是啊？啊，你来看，啊，即嘛毋是啊，啊，花做你花啦，走走我个啦，掠会着你个啦，掠袂着我个啦，对毋对？这是自由时报，哦，东港报道。东港镇陈姓富商一家五个人绑架勒索案，警方前暗在宜兰逮捕着主嫌甘进雄，以及着涉嫌吼抢这个犯的这个酷刑啊，甲所刑两名男子啊，这上衰了。啊，就较早同事哩，是毋是？啊，同事个时阵也无迄落个啊。啊，人讲个时阵安尼啊，做人一臂之力啊，吼、哦。啊，较好个时阵安尼啊，啊，伫个食个时阵啊，几档个青菜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即最好心，对毋对啦？那么昨初步侦讯了后，感嫌强侵犯案动机是听。朋友伫咧讲啊，哦，讲即个商人哦，伫咧外国吼、哦，啊，发一个坏财啦，哦，啊，是讲坏财咧，毋是正当的财咧，毋是正财咧，是坏财咧，哦，啊，即讲机会来啊，机会来啊，对毋对？啊，即个坏财，啊，坏财可能无一定啊，哦，不懂的即个手段得来即种坏财哩。啊，若无就是着迄个乐和彩，是毋是啊？大家乐哩，啊，啊，这嘛是拢算讲的时阵安尼啊，哦，这个欢财，这当然要来绑架因的厝内的人，哦，事前并无毋捌这个陈的这个厝内的人，警方伫咧巡山。哦，追捕另外一名在逃的这个共犯。来，讲到这，咱来休困，听两首啊歌，啊，再搁回来哦。哇，那这多，来。来，冰点。Yeah.
世间恩爱真多给，爱来爱去变幻变，自上的太空头地含混将心过万岁，人生心花的天涯咖喱，心里
心在是不来你怎样离开我的心情在阮梦中，咱分咱离，因我对着你，应甲心绵绵，茫茫过日子。后来，咱继续搁倒来现场吼。你即马所收看节目是阿宏无所不谈。咱这节目是每礼拜一、拜三、拜五，下晡是两点啊，加四点。伊阮有小弟啊，甲咱网友吼，最近啊来关心国家事、社会事、家庭事，以及到教育事等吼。来，这种的这个社会事啦，你甲看吼，也会使讲犯案累累，啊，才伫咧交保的中间，啊，又搁犯案，啊，是哪搁犯案？那都是去钓鱼啊啦，吼，啊，听旁边的人讲讲，哦，啊，无一间的孙阿娘哈，吼啊。伊这个互相呐、啊，姓陈哦，吼、哦，也最近哦，去得到一笔还债安尼啦，吼、哦，敢那安尼啦呢？伊都要去人抢啊！你个想看麦啊？啊？敢那听到即句啦呢？伊当然都要搬家，因厝的人，啊，伊嘛唔知影讲，伊这个互相。姓陈的无伫国内，吼、哦，伫个国外哩，吼、哦，啊，就刚搬家哩，吼、哦，实在是啊。当然啦、啊，警方顺着
这个线路啊来追捕另外一名在逃的这个共犯。所以他认为说，人别人得到欢财，啊，他就要去共抢，要去共绑架，要共啰嗦，实在是要不得啦。这种的我希望讲，这个法官要甲判较重的，真正判较重的，啊无。这种人你该想，了然社会这个治安啊。那么伊这个犯，嫌犯伊讲伊也毋捌因厝的人啊啦，即时的时阵啊，尔想讲先绑架因厝的人，那安尼先，伊这个生理人。听到因某去用绑架，当然啦，会赶紧穷钱，来救人哩，所以伊认为讲安尼比较比较容易，来摕到这个赎款啦。想袂到，伊讲无想要为难因厝的人就对啦，意思就是讲，无要甲安怎啦，真歹讲啦，有诶头先都嘛想安尼。我要甲你吓惊啦，尔对不对？哪会知影讲穿开了翘去，是不是安尼先？倒拄落去翘去，我著要甲你吓惊啦，尔你，我是讲安尼凊彩甲你拄落去啦，尔哪会知影讲拄好去拄到心脏吼？拢是安尼讲的啦，对不对啦？啊，夜倒啊是真危险的代志，倒一个唔知影，是不是安尼先？那么甘振雄伊在讲呢，放假计划放假了后，佮另外邀请一位朋友共同来作案呐，是毋是安尼先？所以阵安尼啊，当然啦，邀请即个苦的啦，再去屏东市了后，干的就坐车往北啦。所以警方就为这个监视录影带来面，来掌握到靠的，锁定干的，那么在晋江，那么在军中靠的嫌犯，来北上，才逮捕到这个干的甘振雄。根据警方表示，甘振雄伊个即个户籍是伫个高雄市林园区咧，后来迁到宜兰县，平常时啊伫个林园区伫个活动咧，有切刀啊甲毒品前科20多件，是治安人口，即个。伊有算讲，丢弃车辆，伊的这个地点就是伫个林园大附近啊。警方研判，伊秘伫个宜兰，所以调阅到这个案发了后，现场啊甲沿路的这个监视器1000多支的哦，你甲想。1000多支的，你甲想看卖啊！那么伫个车辆弹掉的所在，发觉两个人开着一台轿车接应干线的这个主嫌。那么伫个前暗，伫个宜兰，所有逮捕着这个甘振雄，以及着两名该藏的这个共犯呢，并且对甘嫌伊的这个身躯上找到被发的这个枪支，顺山前往林园一个空厝的内面
找到作案用的这个物资冲锋枪，以及到这个枪支。目前正全力追捕在逃的另外一位这个共犯。啊，你也想？啊，都犯案犯啊多啊，对不对？伊人讲啊，搁一件、两件无什么嘿啊。敢那迄个什么人讲啊，都对不对？教师规个啊，也未死刑啊，哦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个想，有种个心态啊，教育是失败了，对不对啦？啊，换阵讲，伊若做伊干嘞？别人安尼生呐，安尼，伊毋知到底安怎，是毋是安尼生？啊，咱时间也差不多啦。这个东港分局、警方啊，甲刑事局前八队，是过入案发的这个地，以及着后来在距离东港5公里外的这个高雄市林园区，找到被绑匪劫走的一部这个修理车。周边加起来超过的时阵，1000多支的这个路口监视画面，逐步分析比对，查出43岁，经常伫个林园地区啊伫个活动，但是伊的这个户籍设在宜兰，的这个干姓男子涉有重嫌呐。那么专案小组，埋伏昨日啊，昨24日暗时啊，终于伫林园地区，伫宜兰，苏澳地区，将着干姓主嫌啊来逮捕到案。警方当场在嫌犯身躯上搜出到8发的这个枪支，并且逮捕2名嫌犯，该藏的这个裤的，啊，甲锁的2个男子，连夜押回东港，因为干姓主嫌拒绝夜间来侦讯，那么侦查队再去才进行了询问呢。侦查队长罗宏伟指出，干姓主嫌在应讯的时阵讲啊，伊是之前在屏东县伊的这个盐埔渔港钓鱼的时阵，无意中听到其他的这个钓友啊伫个描写，伫个国外经商，伊的这个单身富商真有钱呢，伊是啊个在逃伊的这个共犯，开1个月的这个时间啊，啊来策划这起绑架案。伊在被害人的这个厝边啊，离无外远租了一间房间，来观察被害人啊，伊的这个一举一动啊，所以都歹运啊，互恁抓到啊，对唔对？啊，要抬要挂，我嘛无反对啊，是毋是安尼？
但是哦，你讲其他的烦，伊的这参加的嫌烦哦，无啦，哈、那么警方疑似有背后的这个教唆者，哈、即马阿个伫个对查中，哈、对查中，啊，咱今日时间到。到这就结束，期待下一回同这个网络同这个时间继续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再见，拜拜。什么是输？什么是赢？